与前妻李静蕾离婚后，感情风波导致形象受到重创，沉寂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才复出歌坛。不过他复出后举行了多场演出，仍旧获得大批歌迷支持，人气似乎不受风波影响。近日王力宏登上了中国吉安音乐节，吸引大约60000名粉丝朝圣，门票在短时间内就迅速卖光，可说是一票难求。许多买不到票无法入场的粉丝们纷纷聚集在场外，以各种方式观赏演出。网络上疯传的照片中还能看见民众站到水肥车上，拿出手机拍下大荧幕的画面，可见歌迷们想尽办法只为了一睹偶像风采。而王力宏在音乐节当天身穿帅气的白色西装，演唱了多首经典歌曲，还惊喜改编了他的热门歌曲《唯一》，并在演出结束后感性表示，很高兴能和歌迷们一起共度冬至。